大家好，我是 Sam，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4WD Explore 四驱探险。我们现在在位置呢，就是 Middle Creek Camping Area。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收费的，但是这个营地非常漂亮，也非常的大啊。这边车也非常多。然后我们这次呢，三天两晚，在我旁边呢是查理啊。查理之前也是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DIY， 然后也是偏向于做工和露营都有的一个露营小房车。但今天呢，他做了一个升级啊，换成了这我身后的这个比较专业的露营房。鸟枪换炮了。对，鸟枪换炮了啊。那个昨晚睡得还舒服吗？啊，挺好。挺好的是吧？挺好。请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trailer吧。啊，这是一个 Mars Camper 的2018款Offroad 的Camper trailer。嗯。我买的是二手的，12000买的。这个车原价是多少的？3万多吧。三万多，那你这个还算是挺实惠的。对对对，这个挺实惠的。它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过的，所以我感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对，其实在澳洲的话 trailer 有很多种，像那种硬顶的，还有我们身后这种呢，是可以展开折叠展开之后呢，它这个顶呢可以升高，然后平时拖的时候呢它又比较矮，不容易蹭到顶啊，去一些比较低矮的车库也是没问题的。对对，嗯，还有那种往上的 pop up 的，对，还有床可以伸出来的，往外延伸的，对，两边伸的那种的，对对对，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对，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一款，带我们去看一下吧，查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 trailer 的旁边啊，这上面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顶棚啊。对，现在我们在这个 trailer 的前部，然后现在是展开来的状态。其实它边上这个墙也是可以围起来的，对，但我们觉得做饭的话就是露天的比较更好一点，所以就只撑了这边挡挡风。是的，这是一个厨房，它是拖出来的，这边是灶台，这边是水池，然后它有一些抽屉可以收纳一些餐具啊什么。这个就是你们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推进去，相当于对，不用的时候可以完全收进去，还不错。这个是三个炉灶的是吧？对，三个头，三个头的，这个头是最大火力的，对，然后这两个是炖的，这个是炒菜的，可能对对，不错。然后你这边还多出来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桌板啊，对，这个桌板就可以切切菜或者放别的东西都可以，对，可以放一些杂物什么。所以你这个水槽的话是这样，然后这边是接那个脏水的，对，接脏水的。那你这个没有那个灰水箱直接连到灰水箱没有？还是说你没用？没有就没有灰水箱？没有灰水箱啊，直接就这么流出来。对，所以你得时不时的倒这个水。对，明白了。然后你这个所有刚才你说这边都可以关上啊，包括前门这边都可以关上。我看到这边有这个魔术贴什么的啊。对，有魔术贴和拉链。这个搭起来还费劲吗？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搭起来是比较费劲的，最好携带一个小梯子。小梯子是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一个人能搭起来吗？还是得需要2到3个人？一个人也可以搭，但是最好是需要两个人有两个人一起帮忙啊。封的话是用这个封上的啊。对，这是地垫和边上的墙，还挺厚的，这个帆布的。看这边还有很多储物空间啊。对，边上它会有一些收纳的地方。嗯，它打开来都是抽屉啊什么可以收纳。这个你平时会放什么？这是地垫，然后还有一些杆子什么的，因为撑这个东西还有不少的零件配件什么的。然后这边是一个，这是一个冰箱，多少升的？很大，看70升，七十升的，对，它也是双开的，它是双开的两个门，嗯，这个比较好啊，对，刚刚好可以放进去，所以非常的巧。正好啊，这边也抵上了，那边啊有一点点缝，正好两边基本上全抵上了。不错不错，这个是一个 Dometic 的是吧？对，平时这个东西是你们平时怎么用？是一边是冷冻一边冷藏是吧？对，一边是冷冻一边是冷藏。可以看看里面吗？可以。哇，这个东西还挺满的啊。这是冷藏，那这边是冷冻是吧？对，这边冷冻可以放一些。这空间挺大的，这两个火锅啊什么饺子啊什么的，可以可以，非常不错。然后你还有这个保护套啊，挺好的。对，这样子可以省很多电。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这里头是这种隔层。Insulate。 对，哎，我看这边还有个风扇，这个是做什么的？这是一个正压风扇，然后如果是在比较灰的
地方开 off road 的时候，它会把气里面的气会可以往外排，哦，防止那个沙子进去。顺便提一下，这个查理这一款还是专门是越野式的拖车。对，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轮子就知道了。比我这个轮子是一个越野轮胎啊，看见没有？26575R16啊，这个轮胎大小在这里。我们再去车的前面看一下，前面这边其实挺吸引我的，就是你这个脱钩啊，这个是一个这样摆放的一个脱钩啊。对，这样子的这个脱钩的好处是它是一个360度的，嗯，然后如果是在一个比较不平的路上，嗯，行驶的时候，这个它不会脱出来。对，咱们是那种普通的，是一个圆球直接盖上去的。对对对，卡住那个球头的。它这个的话，就相当于从这边把它卡死，然后左右上下都可以动啊，这个挺好的。这样在 off road 的时候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嗯，而且你这个基本上也算是防盗吧。对，应该没有，很少有人用这种是吧？匹配的可以把它拖走。给我看一下你的那个拖车钩吧，跟它匹配的那个。这个就是要专门，这个是随拖车一起买的吗？还是说你自己单独配的？对对对，随拖车一起买的。哦，买拖车的时候他就配这个给你了，对对对。哦，所以要把自己的球头换掉，然后换上这一个。换成这个。这个插进去的时候，拿这个杆子插上就行。然后我看你这边啊，还有一个线，从这个顶上一直连下来到这边。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这是我们的太阳能板啊，给这个电池充电的。OK， 这个是线是连到后面的太阳能对，这是通过一个 Anderson plug， OK， 连到后面的那个备用电池上。哦，这样子的，对，明白了。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电路控制的啊，在这边电路控制在这里。对，哦，在这里。然后冰箱、水泵，然后那个电源、灯。哦，可以分别打开，不错。然后我看你这边还有这个手刹啊，这个车是自己还带停车，还有一个手刹安全的，因为比较重是吧？对对。然后这个还有水管啊，你这边？对，它带一个水箱，然后这边也可以出水，然后后面的厨房也可以出水。你这个出水是靠水泵吗？还是靠？对，靠水泵的，因为它那个水箱是装的比较低的。OK。这个呢，就是平时要是落地的话，就把它摇下来。对，这个跟普通的吹的都是一样的。对，但你这还是双排轮的，不错。对，这个比较 heavy， 比较重。嗯，对。然后这边是做什么的？这个把手是？这个把手是把这个帐篷展开的时候，把它拉过来的。哦，那边还有一个对吧？对，那边是摇那边的。那边就是你关和开的时候，两边各有一个。这样的话，两个人同时转，它不会失控，突然倒下来或者。哦，我明白，就说这个还是需要两个人操作的。对对对，同时操作，对，不管是开还是关。对，好的。然后你这还有不少储存空间在这个里面啊。对，可以放一些煤气罐和那个油桶。然后这边还有贴心的放一些网啊，可以防一些石子蹦上去啊。对，还不错。这个是放什么的？这是我有很多这种杆子，平时收起来的时候就放在这个里面。对对，还后面两个。因为杆子非常的多哦，这边也有杆，放那个杆子的桶。对，好，侧面啊，侧面和前面一样，这边有一个小窗户，也刚才支起来的，挺好的这个窗户啊。对，但是支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点费点力啊，是要三根杆子支起一个这个棚子。对，然后这边还有纱帘，可以里面可以透过去。它这个是三层的。这边一层是外层的一块窗帘，然后这是中间一串纱帘，然后还有里面还有同样一个这个布帘拉下来，对吧？对对。然后这边看你还有很多的储存空间，一排啊。啊，对，这里还有一些储存空间，我这个是放的厕所和灭火器。灭火器。对，但这个厕所的话是并不能从上面直接使用的，对吧？啊，对，这个必须搬出来使用。对对。对，搬出来用。明白的。这边呢？这也就是放一些储存，我是把睡袋放在这边。哦，睡袋，还有一些杆也在这里。对，还有一些杆子。还储存空间挺多的啊。对。你们想啊，想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像这个
你把它关上去之后，里面这个床啊、被子什么的还能放在里面，还是说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可以放在里面，还是可以关上的，是吧？对，可以关上。所以它里面的富余的空间挺大的。它富余大概有这么多的空间，可以把床垫什么的，那挺多的，就按下去了。好的，好的。然后这个就是刚刚你说这个车上面那个顶架，对吧？对，在帐篷支起来的时候，它是竖在边上的。嗯，它现在是竖着的。等收起来以后，它可以关上，可以倒下去啊。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个装置是这样子的。这边是有两个四个液压杆啊，四个液压杆，一边两个，这边两个，那边两个，然后它这样子就可以慢慢的倒平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电源了。这边还有一个外面的接插，这是充电的，给它充电的15安的电源啊，这是给这个电池充电的，就是停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会插一个电线，或者是房车营地也可以充，房车营地也可以有 power 的那种房车营地可以充上。 OK， 还有这个是什么？这是水箱的进水口。哦，还带锁的。对这个意思啊，防止有人下毒还有这个小抽屉，这就是放一些杂物的东西。杂物的啊，这是锁着的。锁了、啊，你锁上了是吧？嗯。然后你还有一个备胎在后面。对。啊，这是全尺寸备胎。然后你平时还会有这个脚给它落地啊，为了稳定性是吧？对。前面两个脚，后面两个脚哈、啊，这样子。对，我到了一个地方会把它找平，这样的话床睡上去比较平一点。这个就是你说的水箱的这个位置。对，这是水箱。这个就是水箱在底下。对，这个是多少升的水箱还记得吗？应该是70升的。70升的是吧？用个2-3天没有。2-3天没，时间长的话就得去河里对取点水吧。对，而且你刚才咱们说你要那个做一个洗澡帐的话，应该也是挂在这里，竖起来的时候正好可以撑开来洗澡是吧？对对对，像我们那种打算挂在这里，然后对撑出来是可以洗澡。那我们就去车里面看看吧。行，好，一起过来看看吧。啊，看看车里。车里这边有个小台阶，还不错啊。来，走这个小台阶上去。哇，车里首先就是一个客厅啊。对，这是查理可以先坐下，很舒服啊，这个地方啊。对对对，遮风避雨的，然后。基本上四面的窗户都可以开，那这边有窗户都是拉链可以打开，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然后这边相当于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吃饭啊。所以放好以后，这块实际上也可以当一个床用啊。对对对，塔里，你下面这个不光是座椅，而且下面还是储存空间，对吧？对，它也是一些储存空间。像这边的话，我们什么电池放在这里，这是副电池，对，给冰箱供电的电池。然后这边是一个电源管理器，我记得是吧？对，这是个电源管理器加上插座。像这个，这个小睡袋啊，什么枕头，我就放在这边了。哦，不错。这边不是的，这边是那个厨房。哦，这边就是下面就是连通那个厨房，连通那个外面的厨房的。啊、哦，大家可以看外面这个厨房，它就是直接伸进去之后呢，就在这个座位底下了。对，不错。然后你这边还挂着灯。对，这是 LED 的灯，其实这是可以打开的。哦，不错。那边也有个灯。对，那边也有灯，这边也有一个灯。所以进来以后，这边是客厅，然后这边就是你的温馨的卧室。卧室可以可以，卧室上面是没有开的啊，上面不能开的。对，不能开。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床？这是一个 queen size。queen size 的啊，还不错。目前来说还够用。够用。那等孩子大一点了，就得继续升级了。现在就是你们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在里面睡。对，我们两个小孩比较小。对，挺温馨的，而且这边有一层那个纱帘，就是平时你进进出出的话，这边，对，然后它仍然会有一个，虫子会进不去，对吧？对。然后你这边其实也有纱帘啊。对，这边可以关上，然后这上面可以
这个山图也可以翻下来。好了，非常感谢查理带我们参观了他的温馨的户外小家啊！大家觉得这个 trailer 怎么样呢？这个露营房车如何啊？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然后你会不会买类似的露营房车呢？也欢迎在屏幕下留言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啊！查理，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升级这样的一个房车来替代你之前那个小小的那个露营房车？然后你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类型的？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的想法。首先这款的颜值吸引到了我，然后这个轮胎啊什么看上去非常的硬核，嗯，跟房车比起来呢，它并没有房车那么奢华，更符合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需求，需要做一些探险，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款 Camp Trailer。又是可以越野啊，又是可以那个满足你们露营需求，但是又不需要那么奢华，很奢华的话价格会上升很多，什么七八万的房车也是有的啊。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查理的参与。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也请别忘了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呢，不见不散，拜拜。